吃早餐。吃早餐。点了一个鸡丝面，超大碗的。那我要点一个拼盘，台式拼盘。萝卜糕、蛋饼、薯条跟热狗。热狗，好吧。再加牛吗？我加一点点这样。好，邱宇轩下来。给我亮。扑通飞扑，其实还是有点凉哎。对啊。先适应一下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啊是，可以啊，不用扶那个，只他应该那个是扶圈。来，我抓。我是觉得我肚子好凉哦，天哪！来，给我，你抓着我的手就好，另外一只手抓着，哎。哦，我要去躲太阳了。可以了吗？习惯了吗？爸爸。干嘛啦？爸爸。你爸爸什么？来，我拍你的脚。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外面转一下。卷卷，你不用扶板啊。对啊。因为你有那个扶具，你用扶具扶就好了。而且你手还可以挥滑水啊。对。还不错。慢慢滑，这样慢慢这样滑。我们去看。慢这样滑，轻轻松松滑嘿。滑不够，因为我还要踢的。那踢的话要上下这样踢。对，上下。哎，今天的浪也很大呢。还好吧，今天这个浪。对啊，没什么浪。你忘记上次我们还在那里翻船了？哪里翻船？没有吧，是我吧？被盖头。是我被海盖，我被浪盖头啦。是在被盖还是在那个啊？潜水湾的。这里。应该是这里吧？这里啊，是这里啊。OK。等一下，我要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游。你要撤退了呀？你不要拉我的衣服。出去吧！不要再尖叫了，姐姐，我要追你了。我要追你了。爸爸救命！爸爸，我来了。冲啊！其实这个我也踩得到的。你踩得到？踩得到啊，这不是以前就踩得到。对啊。哦，左手。哦。他滑倒了，他怎么等一下就溺死？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啊，整个下去就太矮了，我要半蹲啊。瘦腰，瘦腰喷泉，要半蹲才有办法。爸爸，我拍给你的啊。来啊！啊，嘴巴闭起来哦。嗯。下来啊，快点啊！就放开就好了没？不可怕、啊。没有水到脸呢。对啊，不可怕、啊。可恶！我老觉得我会就这样卡住了。来喽！丢啊！太巨大了。海啸。对啊。更幸福。还是你要把它拿过来这边坐，反正我们重要的东西都，不要你就坐着就好了。哎，
哎，我想玩那个上面那区。妈妈，你会过太爽。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你不可以拍我。欸，我在碰水疗池，可能是需要一些活动的啊。垦丁夏都1038行情开箱。哇哇！然后一进来就是一个全身镜。门口是长这样，然后浴室，哦，是洗澡的。哇！然后浴室的洗手台是打通的。哇！然后也是一个镜子，这镜子是可以转的。洗手台，喂，怎么可能？然后，可是，一张床，可是这个床好像是，应该是平的，我总觉得有点特别大，应该是一根啊，哎，它是两张，对啊，两张床啊，因为看起来就很像两张，两张并在一起，然后外面阳台，超级，哪有海边？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因为没办法扶，如果可以扶，我就下去了。不用啊，你就穿救生衣啊。我会一直被打回来啊。我去前面踩水就好。你要像他们这样穿救生衣啊！我也想要踩踩水。不行啊，浪有点大啊。那踩边边就好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住在1038